蛋。啊叫叫屁啊！哎、欸欸，很快哎、欸。跑跑跑呀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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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哎啊五哎呦好没事了没事了被感染喝个水哎、欸、还我水、啊、喝到一半、啊、我这边有补哦炮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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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炮会分心，小怪太多，被小怪炸死，剩一点而已吧，所剩不多吧。哎、欸，冲杀，冲杀！不要扑我，走开！要炮塔了，妈不是，他不是炮塔，可以继续。哦，打输小怪，天哪！小怪太多，都是小怪。还是可以用他那把枪打他。你说狙击？没有，他的材料的枪，可是要非常靠近打他才有用。他是一个手枪型的散弹枪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好好好，不气哦。好，小天是自己自重啊，那个开车自己。偶尔开一下笑笑笑就好了，那一直从头开到尾的那个会受不了，还是会变掉啊？太小，要等它打开。踩地板了，哎呦！啊，来，快倒掉！很像这样吗？等它打开，可是打开的时候我们要跑哎、欸。打开的时候根本没时间打、啊。踩地板了、哦！打、啊、哟、哎！跑了跑了跑了！还没呢。哦哦，吓我一下！打、啊、哟、哎！跑！跑！我干嘛打、哦？哎呦！没有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打你屁！打你屁！打你屁！啊，没子弹了 ！Reloading！ Reloading！ 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哎呦！等一下，不要！你等一下了，让我吃个龙筋。哎，好。来喽！哎呦！哎呦！等一下，谁在旁边？我、哎、好像是我，啊、好像是我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那边有不屑，我来了。脚踏！啊！哎呦！我不行。卖球啦！我们救人，卖啦！不行。啊、看看反线啊！小心啊！走，他在我头上，他在踩我，我被困住了。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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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你走到旁边呐、啊，气死！喝水，啊、一定要多喝水。来来来，我快死了，我被吸啊，我被吸啊！啊不！不、啊！一秒救起！哇！救了！救了！救
啊！哦，震波！啊，快躲掉！我捡枪，捡子弹。他插地板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咻！啊！哎咻！哎咻！啊！吃龙星，吃龙星，吃龙星！等一下，我先解个毒。好，吃龙星。好，我放个补，放个补。小屁呀！屁呀！没事、啊哎。地上很多，地上很多。踩地板了，踩地板了！哎呦，没躲到，没躲到，没，我没东西了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！换小枪，压死了！对了，哦，包子囊。对，就是那个，他解锁我手上这一把，我换一下给你看。包子囊，这一把。哦。可是就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这一把，这把。他声音是很恶心啊！哟，好恶心的声音啊！现在解锁一个特性啊，什么特性呢、啊？哦，眼疾手快。最常听到是哈基说：“谁在我旁边？”没错。哦，可以增加快，增加装弹速度哦。哇，这好棒哦！你们说树的项链吗？还是你们是什么装弹速度？特性，特性，特性，刚刚获得一个特性。怎么你们又有？哦，眼疾手快你没有吗？有有有有 有。好，这个好像不错哎、欸，要我不要点他、啊？我点他好了。今天到十点好了，到十点。哦。那、啊、不然等一下十点啦，你们陪我去 B 二，我去拿一本书。哎、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啊，我们在前面而已啊。啊？他的退出是离开还是什么？来，我们走反了。我这边，来我这边。啊。没有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哎、欸，翻了！哎、欸，好、啊，等下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我们往回走了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哦，我走反了吗？是往回走吧？哦，是往回走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那个一直咳的，你要不要嗑个解毒药啊？你嗑黑色那一个啦，没关系啊，已经喝下去了，没关系，你就咳到结束吧。好，咳到结束吧。嗯，解毒药才50块，其实就还，嗯、是往这边吧？这边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抽烟就变这样子哦，所以千万不要抽烟。这边吗？喂，不对，这边我们现在走的那个方向是我们来的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边这边。所以我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反正走啊。跑到没力了啦！啊、你好咳哦！我快咳到死了！哎、欸，啊对啊，真的死了、啊。这个就是抽烟的下场哈、啊，你看，就最后会这样子，咳一咳，咳到没体力。不要抽烟，抽烟会被繁星打、啊。你看，抽烟会早死啊！真的，这真的是早死。而且刚那一把好痛，打你35滴耶、欸，好痛哦！啊，是到屁股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护甲是不是没升啊？我打陨月18，打你怎么就20几跟30几啊？对啊，我护甲61.1啊，你没穿这一件，哎呀、啊啊，他没穿我们这一件啊。哦，哪一个、啊？哪个？流浪者什么的。有啊，流浪者大衣跟。你擦面具啦，擦面具。擦面具。没有面具啊。的面具就是地图随机找的。就真是运气啊。哎、啊哦欸，对。哎呀。好孩子不要抽烟哦，在他弯腰喷东西的那个地方，他摇，可是抽烟不好，没有时间去打他。真的，我要去拿。我们应该说我们不会抓那个时机点吧？我们菜，这是我第一个黑魂游戏。哎、欸，不是要带我吗？你们不回去买个、哦啊、买个武器吗？哦，去去去。可是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，我只知道下面我全部开一开就拿到了。还是我先去我的世界看看好了。
可以去底下稍微绕一绕，每一间房间进去转转一转。我那时候就是每一间房间进去转一转，然后就拿到了。可以翻一圈打一下，不是这样跑的。可是翻滚，翻滚耗的体力更多哎、欸。绝地反击，哎、欸，你的进度跟我一样了。嗯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哎 ，driver。啊，耶、yeah, ！又是个铁，哇哦！又是个铁可以买了，赶快买掉。你又买我家的铁？哪里啊？楼下第二、啊。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，我就里面稍微到处找一找，能翻的就翻，有搞不好有亮点的就去。那我应该去我的世界看吧。嗯，他记得世界应该也是翻掉了。对啊，好啦，我去我的世界看。嗯，没关系，等你，等一下回来。可以去你那边一起看的、啊。啊？反正进度一样嘛，那就过去啦。对啊，是假的。可是我有些网你们没打过哎、欸。就像我说那个树啊。哎、欸，哈记刚刚也没打到那棵树哎、欸。我是打完这棵树才打到刚刚那个树精欸，就是会讲树语言的那个，就是说你不懂这个语言的、啊、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阿基是没听过到啊，没听懂，就有一棵树，他会说类似爬梭语，但你听不懂。好，这是第几个 boss 啦？第三、第四了？第二。大 boss 是二吧？守护女神那不算的话，嗯啊，就是会主动打你的 boss 是第二只。反正我看你没上线呢、欸，那个找不到吗？搜寻我看一下我的 Steam 哈。我从 Shift 那边 Tab Shift 有吗？进去你那边部分好像有某种度的随机性，有有有。我加不进去。我今天下午跟雨月在打的时候，帮他打的 BOSS 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，就是就拿刀的啊。对，拿刀的，然后往前冲的那一只。哪一本书啊？嗯、二楼。这个吗？要看到完吗？你应该看了就拿到什么长者的什么东西吧？哦，看我看看。长者之士。没有。它会发光吗？会。哎、欸，你以为是拿到武器的那个小房间吗？不是，它在前几间。嗯，就是你 B2 一进去不是要先 B 卡吗？对。B 卡完进去之后，它在最左边的最后一间是你要找到一把，找到一把什么东西？钥匙。它在左边的第二间。左边第二间。第一间还是第二间这样子？嗯。在那个桌上。他进你连得过去吗？我看连不过去。再看繁星进来，我看不到繁星欸。欸我是看繁星上线，但是你因为你没有显示玩这个游戏，所以我没办法过去。对。在哪里？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白痴没发光啦！我可以去找你们了。找到了。啊、找到了，没发光。我有开台证据。啊，要怎么去你们的？直接点右键吗？直接点右键就可以过来啦。对啊。哦，好。好了。有啊，有一把枪，有人就是刷了30个小时都没刷到，哦，那种突击步枪吧。突击步枪。对。哦，我们是突击，我们是狙击步枪。我们是狙击步枪。哎，他能不能让自己的呼吸变平稳啊？呼吸，雷之呼吸。对啊。还谁？呼吸变平稳？为什么要呼吸平稳？因为狙击的时候他超晃的、欸。哦，他不是有一个戒指是减少后摇之类的吗？是那个吗？我是在瞄准的时候他就很晃，就是一直飘，一直飘。叫你不要抽烟哦！我没抽、哦，
抽烟就被我打了。哎、欸，我狙击枪好了。你狙击枪好了，可以了。对，看一下我狙击枪。对啊，我今天没戴眼镜，因为我看得到。没戴眼镜，所以我没查。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一下的狙击枪真的也不太好用了。嗯。来场交易吧，那什么豆黄？有下注耶！从敌人处受到伤害降低50%，反弹200%，受到敌人伤害提升。有下注耶！我靠，那这样子打这边，哎哎哎哎哎，我拿枪毙你，拿我来当靶。没有，那是后坐力，后坐力，嘿。哦，是，开枪会后坐力。好了，开枪会后坐力。走，下一关。哎、欸，观众，我们要风之谷比较强的啊！我现在风之谷每5秒就会停顿0.几秒那种，有点难过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前几天 Wins 就更新啊，就那天晚上跟你聊着聊着，我重开机之后就更新嘛、嗯，然后再开上去，我发现就是麦块会稍微卡，然后风之谷也是5秒当一下这样子。是有什么东西？你的火焰技能啊？我的机体还很。还很多啊！对、欸、啊，我是传错点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也可以走啊！刚才你这边也可以走啊！这地图比较远吧？你先打开你的地图。N， 你要想办法把这边都打开。你先往那个教堂走出去。教堂走出去。对，就类似 POE 啦，就是你要把所有地图就是探索过。